全球亮灯教育 ，Kyrios 警告：没有地球，大家没命 ，No Earth, No Life。天灾人祸最近频频发生，到底为何因呢？因为地球病了。大家不觉得现在全球的气候都乱了吗？干旱、森林大火、火山爆发、热浪袭击、沙尘暴等等，很多地区都比往年更热。由于人类过度使用能源，制造过多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，使到地球的温度上升，导致气候变迁，加剧了今年初几场林火一发不可收拾。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森林大火、亚马逊雨林大火和澳大利亚林火，这些林火又加速了温室效应。亚马逊雨林是地球非常重要的资源，它不但涵养地球一半以上的物种，同时担负净化大地的任务，功能如同地球的肺。而巴西政府重发展轻环保的政策，因过度放牧、过度砍伐、鼓励火耕，引发猛烈火灾，烧毁了大面积的亚马逊雨林，严重破坏了地球的地质，犹如削弱地球的肺呼吸功能，致使地球呼吸困难，元气大伤。地球一生病，各种天灾便掀起。地球是我们大家的生命家园，没有地球，大家就没有命。人与地球的命运是牢不可分的，人人有责任爱护和关怀地球的一切生命，人人必须要珍惜眼前的幸福人生，必须要确保地球健康，才能避免天灾人祸频频降临，停止末日到来，人类的生命才能安宁延续，活在这个地球世上，不要等到灾难临头才来苦烦喊怕，到时恐怕为时已晚。难道你愿意看到你的子子孙孙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上吗？